亲爱的朋友您好，现在在欧美啊非常流行低碳环保健康的素食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吃素有非常多的好处。好处您知道吗？对，吃素呢是节能减碳最快最有效又最经济的方式呢。对，而且呢吃素啊可以拯救10亿饥荒的饥民哦。那吃素呢还可以让动物不再痛苦。还有一个更好的好处是我们呢可以变得更健康。对，更健康。但是大家会问呢，素菜要怎么煮呢？在今天短短的10分钟里面，您就可以学到几十道好吃的家常菜哦。煮素是非常容易的。对，是的，吃素是很简单的哦，油荤转素，只要把动物蛋白都换成植物蛋白就可以咯。这些素料哈，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？这些素肉制品的主要成分呢是大豆蛋白跟小麦蛋白。那它市面上呢有素肉末、素肉丝、素肉块，还有素肉片，等大块的素肉片。在哪里可以买得到？一般呢，在超市的那个素肉专卖区有卖，或者到传统市场的那个卖豆腐豆干的摊位，它也有卖，或者到素食专卖店也可以买得到。其实很方便。是的。那这些素肉制品啊，好像都经过了干燥处理，可以直接拿来做菜吗？还不行。这些干燥的素肉制品呢，必须用水泡软，然后泡到完全变软。那因为形状不一，所以呢浸泡时间也不一样。那素肉末呢，大概是3分钟；素肉丝大概是5分钟；素肉块呢，大概跟素肉片大概是10到15分钟。那我们浸泡好之后啊，那接下来要做什么？因为这个素肉块呢，为了去除它本身的豆腥味呢，所以呢我们必须把它挤压一下。这个动作是为了去除掉豆子的味道。对，那你挤压以后你会发现呢，这个水是不是变成黄色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你就可以把它压一压，然后拿上来，然后我们再倒干净的水，再重复这个动作2次，主要目的就是把它那个味道去除掉。那我们挤干之后啊，接下来要做什么？挤干以后呢，为了中和它本身的豆味呢，我们可以放一些调味料。那这调味料里面呢，有酱油、香油、黑胡椒粉，好，我们把它倒进去。那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吗？对，只要一点点就好了。这个目的只是要它去除豆味。对，去除豆味，然后加一点太白粉，让它有点口感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搅拌一下，让它入味。是腌制数分钟。所谓的入味，也不是腌得太咸哈。那腌制好之后啊，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？腌制好的东西，我们现在来油炸。那油炸主要的好处呢，就是让它保鲜，然后呢，就是易于保存，那口感比较好。那我的习惯呢，我会将一周或一个月的那个使用到的素肉片呢，一次把它调理好，然后放冷了以后呢，放在冰箱里面随时备用，用中火就可以了。炸到金黄色以后，就把它捞起来。哇，这个素肉的调理真的很方便哦，我们不用去担心保存的问题，对，不用担心它会不新鲜，而且也不用担心采购的问题啊，想要吃的时候随时都有。对对。那今天我们要示范哪5道菜呢？今天要示范的5道菜是辣子素鸡丁、韭黄炒素肉丝、空心菜炒素牛肉片、麻婆豆腐，还有素肉排。哇，这些真的都是用植物蛋白做出来的菜吗？是的，所以吃素真的很简单，只要将你菜单里面的动物性蛋白以植物性蛋白替代，其他都不变，不用改变个人的喜好及口味。真的是很简单、哦、就是这么简单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用刚刚腌制好的各种素肉制品为大家做出好吃的家常菜哦。现在介绍这一道就是辣子鸡丁，那它的食材就在这里。那首先呢，我们等油热了以后呢，我们先香素肉块先煮半熟，先稍微过油炸一下。对，过油炸一下，差不多金黄色以后呢，就可以先把它捞起来。接下来我们爆香那个辣椒，
那喜欢葱蒜口味的人啊，也可以爆葱蒜，因为我们是低碳健康环保素食，那葱蒜也是可以增强抵抗力的好的食物。对，而且啊，其实改由荤转素非常简单啊。问一个朋友呢，他就说他好容易就变成吃素的哦，他就是在他的菜里面都加葱蒜，他就觉得好好吃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放青菜。炒一下以后呢，就可以把素肉块放下去一起炒。其实现在啊，已经有上千个研究发现啊，不吃肉的人是比较苗条而且健康长寿的哦。因为植物性的食品里面呢，有非常丰富的抗氧化物、食物纤维以及矿物质，却没有有害的饱和脂肪酸以及胆固醇，所以吃素呢是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还有慢性病的哦。对，那我刚刚加入的调味料里面呢，有酱油、香油、胡椒粉。好，起火，然后再加上花生米。这道辣子鸡丁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对啊，素肉块除了做辣子鸡丁以外，还可以做红烧汤、大补汤，还有炸鸡块哦。哇，那我们又多学了好几道菜耶。接下来啊，我们另外一位妈妈为大家示范韭黄炒素肉丝。对，这是我们今天韭黄炒素肉丝的食材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将素肉丝爆香。好，现在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把它捞起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爆香这个辣椒。那喜欢吃葱蒜的朋友也是可以加下去哈。对，台语有句俗谚说豆丁不吧午餐嘛也胖。是啊，这样我们吃低碳环保素又健康哈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把韭黄放下去。大家知道吗，坎培尔博士啊，他是营养学界的爱因斯坦啊，连我们台大医院的前院长林芳玉先生都很推崇他哦。他的研究里面就说啊，动物性食品啊是致癌性最高的食品哎。然后他说，在我们每天的饮食当中啊，你只要吃10%的动物性食品，就有致癌的风险哦。哦，难怪啊，台湾现在呢，癌症是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一名呢。对啊，他还说，如果呢吃素，就可以让人远离心脏病还有糖尿病的风险，也可以改善这个降低骨质疏松症。是啊，大家知道吗，在今年北京奥运的时候啊，奥运餐饮的执行总监杜兰他就说，有1/5的运动员都是吃素的。哇，连需要体力的运动员都开始流行吃素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调味料也放下去。好，韭黄炒到半熟，我们就可以把刚刚炒好的素肉丝一起下去搅拌均匀。起锅前呢，我们只要再勾芡就可以上桌了。这就是韭黄炒素肉丝，好简单哦。对呀，跟平常的菜煮法一模一样。对，完全一样。